房屋税缴纳期间至五月底止，多元缴税方式任你选，早缴早安心。106年增加的房屋税收会用在幼儿照顾，如2到4岁私立幼儿园补助，由10000元提高至30000元。大林、大同平价住宅拆迁、新建道路、公园等等。详情请至台南市财政税务局网站查询。